打四筒不是屌爆了？啊！你他妈把老子赖子打了？行啊，自动把我赖子打了，你他妈行啊？不行，傻逼系统，行，你个傻逼系统。 自动把我赖子打掉了，死亡把我吐了出来，不想冲斗，好恶心，附身系统，剁碎他们的骨头。 怎么会自己把我的赖子打掉？烧吧！我要和他们消遣一下时间。 这么大的牌，压力血纹。人人有份。被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痛了。他是不是那个B系统这里有算法，给他计算老子？ 属于我的一切，不要有侥幸心理。大海，我有又一个。 这个人他妈的打着打着，他上头直接冲了我，有点亏啊！这兵线，买鞋子。我从盐分和海水中查出他怎么还几点就闪呢？我操！亮出一晚战能输几亿？ 不对呀，上次我怎么听到个屌毛说他充20块钱玩了一晚上呢？被晕了，闪不了。他闪现晕了，他闪现晕完我再交闪就没意义。刚好最后一下。让他们的鲜血涂满码头。
相信比尔吉沃特的书会。驾驭力量。真他妈无语！我是不是 A 了一下小兵啊？感觉我 A 了一下小兵好像。操！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Enemy killing spree. 清算就要来临了。脏东西，又一个。渣子，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An ally has been defeated. 人人有份。Enemy weapon is spread. 我看到你尸身大海了。哎，真是玩个鸡毛啊！留个眼线在外面。一族要把自己气死了。脏东西。本来在当啥的，搞这种东西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人人有份，当心炸药桶。几点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Shut down.感觉还能打得回来，问题不大。憎恨是小孩子的用词。好，这怎么这么肉啊？还是我伤害太低了呀？渣子，更多火药，大海的人们。这把是炮车剑，知道。人人有份，不推不行，不推没有前出三项。背叛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。回来时会变得更强。一件万能的工艺品。这把怎么那么多换位置？吉沃特，脏东西！跟这种逼肉文打，我都没打出优势。我的仇
痕将沾满鲜血。当心！灭尽！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。吊在杀手码头上，这些柴火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没签约没工资啊，大哥，不签约平台为啥给你钱？吐了出来，宇宙要秩序，拿走一下他的星石刷的，他用法医然后再用个星石，我感觉不是血肉才有分量。他妈还 AY 了，我操，我还等了一下还 AY 了，我真的是玩得好不行，我背这么菜的任务我都杀不崩他，妈的是真的是老火玩的，这个任务可以说是非常的菜，杀不崩他。不过两波把他们蜘蛛搞穿了还可以，得到的是一把匕首，我怕他一会又杀回来。主要是我刚去抓蜘蛛的时候把点燃用掉了，不然刚这波任务就有一个点燃或者一个大招，这个任务就得死。被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痛了，又一个。要时刻留心背后，我要夺回属于一局。脏东西！ 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渣子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我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他不上车呀！海水中重生，脏东西！更多火药！哎，这他妈有病！我是瞬息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这老子整无语了，我操！
起沉默了。侥幸心理，他们的眼泪将为海洋补充盐分，在泡沫里洗个澡吧。哦，妈的，真要骂人了。好反胃啊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现在外面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应该是，那个伤害太高了。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Oh.
Shut down. 温的不行啊。An enemy is unstoppable.背叛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。人人有份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屌你！三秒钟，一秒，一秒打我一拳。憎恨，要时刻留心背后。当心炸药毒！这又是什么？为什么我都没看到这个？奔我来的啊！看穿他们。
团很难翻，看不到希望，除非卡莎一个能打脸。死亡把我吐了出来，中野肯定是靠不住的。又一个，猪八戒这么高，哦！我操，他妈基地的吗？当心炸药桶！好，炸他一下暴击就好了，暴击了还能再打两波团。哎。